老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听说最近时代少年团正在准备演唱会，我们呢打算去探探班，顺便给他们买点好吃的。然后这次呢也非常的有幸啊，采访到了与他们一起生活的一些助理老师们。好，带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那鑫哥，他们最近在准备演唱会，对吧？那都有什么不能吃的呢？不能吃蛇。对对，这肯定是不能吃的。但最近嘛，最近在准备演唱会，最近不能吃的。说实话哦，这不能吃的东西太多了。但是这个东西你之后也不能吃呀，是不是啊？他们现在自己吃健康餐弄得挺好啊。自己反正知道嘛，自己注意身材各方面的，他自己都保养得特别好。是，而且这些东西呢，他们自己反正都挺好，对，我也知道挺好。休息啊，各方面这些也按照自己的规划，时间呢这些也，你看比较准时，各方面这些东西啊，包括训练啊，包括各方面饮食的调理啊，都挺好。对，我也知道都挺好。那这个具体他们有什么忌口的、不吃的东西呢？是啊，现在具体的东西，哎，我冒菜快到了，我先去拿冒菜呢。谁忌口？我忌口吗？不，那个时代少年团的。哦，他们忌口呀。对。哎，既然让我说几句，那就我给大家来讲几句。是。他们有什么忌口呢？是。忌口是啥？是不能吃的吗？哎，对。但我觉得不能吃的东西有啥呢？那不就是一些忌口的东西吗？平常大家觉得不能吃的那些，我们就都给大人吃吗？对，那些是啥呀？是啥？那也太多了。你要说小马不喜欢吃的，是。那丁哥不喜欢吃，丁哥喜欢吃呀。那丁哥喜欢吃的，小宋不喜欢吃呀。小宋不喜欢吃的，哎，耀文也不喜欢吃呀。耀文不喜欢吃的，真源喜欢吃呀。真源喜欢吃的，好，谢浩谢，翔喜欢吃呀。谢谢。你说他们全都一起的吗？几个不喜欢吃啥就是。对，就是他们七个不喜欢吃的。七个不喜欢吃，可能就是辣的。不吃油。辣的。不吃辣了哈，还有油腻了。不吃辣了是吗？不吃辣了。不吃辣了。不吃辣了。辣了，这是个什么吃的？这是。海椒不要放海椒。不要放海椒。哦。油不要放多了。不要放肉。油，那个油不要放多了。不要放。肉油。油。肉。油不要放多了。不，不吃甜了。不吃甜，汤不要放多了，不能喝汤，不能汤喝汤不能还放不能多了，吃肉，不能喝汤还不能吃肉，对了吧？对，不吃肥肉，不吃瘦的是可以吃，不吃肥肉，少量的可以吃汤和肉，油少放点可以，多了不得行。烧房子。谁叫你拍的？探索了一遍没有得到答案，那只能根据我们自己对于时代少年团的了解，准备一些吃的了。他们正好下课了，我们来给他看一看啊。谁来了？失败了。哇！这是什么？我今天叫做这边第二东西。这么烦人呢？这个是知道最近大家都很辛苦，然后我们稍稍准备了一下。好感谢呀、啊！谢谢老师啊！是的，忙碌了一天的时代少年团，终于在完成十年的时候吗？
都倒进去啊。什么煲仔饭啊？我想吃煲仔饭。我就好像很想，我也想吃煲煲饭。这放煲仔饭里的。不是，这个是到这儿是椰子鸡。椰子鸡。呀、yeah。对，我也想吃煲仔饭。你应该吃不了这么多、啊。不要那么多。我应该还是吃的。这个是煲仔饭的料吗？不是等一下，我发现了一个好吃的东西，把这个加进去。你几个人吃过？不是，这个玩意儿会爆。爆？是什么呀？上次我吃了之后，自己加的时候，轰动一声。哪儿动吗？是吧？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不能播的。我改观了。那最近演唱会准备的怎么样啊？大家都。有什么评价呀？我觉得值得期待，我觉得跟亚平差不多，我觉得未来可期，未来可期。啊！对不起，时间太多了，对，只想当饭。我来一口给你把时间吃进去。哎呦，一口，还是谁？哎呦，你愿意记住？是的，哎呦。干嘛呀你？他给咋了？我就是。有锅巴哎！有锅巴，好帅啊！饮食方面的调整就是保持原有的饮食。不好意思，最近消耗有点大，是因为。嗯？哦，对，对啊，确实。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你是个混混，把东西放到你节目里面。帮我加热一下。挺有意思。稍微等一下，我加热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放这了。玉米还不错啊，玉米不错，多吃吃。你现在在吃玉米啊？是，我在吃这个。玉米是我的甜品。哦，好饿，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吃完撑啊，你怎么这样啊？那就不标准了，你应该是吃饭前吃。我应该是最重的，我是最重吧？那你最重吗？还有这个。这测什么？测身高啊？我也测身高。你自己测一下，看一看你们最近瘦了多少吧，是吧？好、啊。万一我中了，就能说明你更认真了。在增肌，对啊，我在增肌啊。来，第一个是谁啊？我愿意给他当。你要说鞋吗？我这个鞋有两斤。没关系，相信你。加鞋也轻。来一个 real。125。不轻。125，重了5斤。这肌肉真太猛了。该你了，刚刚。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这个情况怎么了？1380，一百，不是这个算是吧？有点重啊。我来。没有，等等，接受不了。我一般是五八，来，接受。
这辆车是不是偏重啊？哎呀，差一点，四斤，一百三十四。哎呦，我戴了耳机不行，先咽下去。哎，咽下去就不行了。这么轻啊？这么轻。那都多少？蹑手蹑脚。一三二。我就五号。你我碰吗？好，我给你碰。终于了，下一个谁啊？嗯，一二七，一二七，我呢？一百八十五斤。我感觉我都有一百一十，是吧？啊啊啊！多少？一二五，一二五。你再说吧，肯定偏重。啊，偏重。你这是什么证啊？我就说你们可能这是假的，回归了，马上就知道是真的假的。好，马哥快去，看你破百没？马哥破百了，让马哥上去。我自己撑都不可能。你们马哥上去一百一，对不对？哦，应该一百二。幺幺幺，幺幺七，幺幺幺七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一个 L 二三啊？啊哈，一百一十一点七，幺二三，哇，一百一十二点三。哎呀，扎扎坚持啊！来，二三，主打一个，主打一个第一个小白鼠，好吧？不止吗？你腰细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这应该胖了。你那直接找服装老师要的。对吧？你直接找服装老师要啊。拿我们的那个吗？什么？对啊。哎，再细点细嘛，你要。你要憋死了。啊。哎，再细点细嘛，你都憋死了。啊，哎哎，哦，六十四呢？不要畏惧。吸气，吸完气多少？你别吸气啊！那我不吸气来一个好吧，兄弟。这样吧，我多吃两口。我不吸气来一个，我不吸气来一个。你可以减个一两厘米，你衣服来。我不吸气来一个，不吸气来一个。多吃两口吧，算了。至于还减个一两厘米？六十八，六十八，六十八，六十九的样子，六十九，胖了胖了，我上次是六十多少？六十五，我试一下，我帮你，我也给我来试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么胖，可以七十七十一左右，七十二，那我这种还没撑下去，可以七十一，七十二，七十四，对，是的，就长最好，你快，七十一吧，七十一，七十一是一个挺好的，是一个挺好的。这样子，你这边推不了这边，没问题啊。你自己把自己换。来看一下我的小蛮腰，看一下多少。蛮不讲理的，别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不是你不能这样，你要正好。哥，再勒出劲来了。怎么样？你再勒要勒出劲来了，大哥。别吸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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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吸，再吸你也吸不到六十四去。哎，正好六十四。六十四，对，不是我，你别吸，那你别吸气，这么轻啊，别吸气，放松。你看我都可以跳，这么你把你的气顺下来。你现在的气全在啊，我顺下来。那你把腹肌鼓起来呢？那会不会有人？鼓起来了。好，鼓起来了。好，现在来。我八十三。啊，七十九，六十九，六十九。那会不会有人？腰围比我胃还小。比你胃还小。啊，你的腰围比我多呀，这年头啊，都是六十九，六十八，六十八，六十九，来，腹肌，腹肌，来了，来了，还可以再走走，七十四，七十三，七十四，七十四，七十四，可以，来下一个小白鼠，量体了，时代少年团最壮的人出现，对，没事，谁啊？没事。我才二十六十，好吧。喝五十，喝五十九，好吧。真假？
这样三十八。哪啊？你那几秒？差不多了。对啊，三十个。再几秒？八十。哪有八十？那有不见了。啊？这样，这怎么变反过来？反正十八。那个是73。OK， 好。哪个？哪个盲猜一首三。来，马上一首四，60、65。哎，马哥60、68。马哥60、65也吧，65吧应该。哎呀，马哥就需要站起来。这是。马哥一点压力没有，直接量肋骨。好恐怖。量肋骨。哎。哎，我的值呢？马哥98。啊？我靠！啊？想看见啊？你要把。你不能这么，你要拿头啊，你要拿头，马哥拿的那个头，这就是娃娃啊，不是，你反了，哎呀，那干嘛？哎呀，然后你把那个头去找他那个尺，那个交界，不是吧？77，没那么好吧？站起来，我77，好70，哎，71，真的，你们差不多应该68吧？可以，大家增肌都很成功，我刚不可以。走了吧，走了，对吧？我们去训练去吧，训练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兴奋，我现在就想太兴奋了。好啊 ，OK。在关机之前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班长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酷了。